No！ 哎，不打啊，不打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拜拜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威啊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啊。然后先把，这个电车先关掉啊。然后先把这个毛孩子们的狗粮啊，给他们买的狗粮带回来啊，就是这样。怕饿到他们啊，还好今天到了嘛，给他们带了回来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就先给他们喂饭了啊，喂完饭再说吧。把狗粮给你们拆开哦，又有饭吃了。好，吃饭。不知道为啥啊，看他们吃饭啊这么香啊，我都饿了啊。可能早上这一顿饭啊，说实话一般人都比较容易饿啊，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昨天收到大家对阿飞和菲菲的祝福，然后在这里特别的感谢，因为最近几天比较忙，然后的话也没有回复大家啊，希望大家理解啊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在视频下方收到了，对吧，大家的一点支持啊，收到一点支持，不管多少吧，对吧，礼轻情意重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的话，我准备，因为这个支持是给菲菲的嘛，对吧，有的粉丝说是给菲菲一点见面礼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然后我决定，对吧，带菲菲去县城啊，去给她买一双鞋子啊，等到订婚的时候让她穿嘛，就是这样啊，是这样的。嗯，然后等毛孩子们给他们喂好饭啊，然后我带着我妈啊，刚好也要到县城买一些东西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了啊，是这样的。嗯，而感谢大家的祝福啊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现在我带我妈啊，我们一起去接一下杨飞啊，因为我妈到县城也要去买点东西啊，刚好我们一起啊。炭，吸炭嘛。就是这样啊。哎呀，蛮好了。啊？蛮好了，我说。啊，蛮好了。好，嗯，走吧。嗯。然后现在菲菲，我们俩已经到了县城的这个商超这里啊，然后，用大家祝福啊，然后我们去买一双鞋子啊给他。然后看到昨天有一个评论啊，说那个有个评论说这个杨飞啊比如花漂亮一点啊，就是这样。如花是谁呀、啊？如花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没事，坐吧。好，没事啊，我们去买鞋啊，去买鞋啊，就是这样。哇、哦。这么贵，你感觉那个好看？喜欢那个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样起一点的话，这个。试一下，嗯，这白色的衬着你好看，白色的。好看吗？好看，白色对，你如果穿那个粉色也好看，对，试一下。这个的话，你颜色，嗯，你是白色配这个色好像一般，如果别的色的话，可能会好看一点。你反正白色你配那个好看，我知道。对，配这个，对，白色配这个是好看的。对，就买这个吧。要白搭的。
那个这个这个哈、啊，这几个比较百搭的，就这个给杨飞买个包，嗯，那就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有这款吗？哦，那就都可以。嗯，空间你看，感觉你自己看里头的那个可以哈、嗯，可以买这个，哦，多少钱？189，好，好，走了，好。然后看一下鞋子，买个鞋子给杨飞。坐那儿吧。好看，好看，哼哼，你喜欢就好。就这个吧，你买东西真阔力，你买东西真是啊，这是，对啊，这是五分钟不到，你可盯住了。嗯，你的性格真是快准狠，对，快准狠，下手要快，对吧？动作要帅，对。多少钱，老板？哦，好。我们俩已经回来了。我真的，我想问问你，咱俩从下车到买有没有用十分钟啊？其实我是有点怀疑，十分钟估计有啊，我估计20分钟应该没有啊。然后就杨飞的性格就是真的是很快啊，就是他喜欢的就好像对吧？不像有的女生可能逛半天啊，就20分钟啊，可能最多20分钟啊，就买了啊。然后后面又给他买了一个那个啥裤子，打底裤，那叫光腿神器啊。他说是光腿神器啊，我也不懂啊，就是这样。一共是买了一个包啊，是180多吧好像，然后买了一双鞋子是200多啊，不到300，然后又买了一个光腿神器啊，是60-70吧好像这样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去接一下我妈啊，我妈去别的地方那边去买糖去了啊，接着她，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啊。她真的是，我以为要搞很久啊，谁知道她很快的就买好她喜欢的了啊，就是这样，非常的 quickly， 非常的快啊，真的是啊。有的说是粉丝说她是我请的演员啊，绝对不是演员啊。然后的话，请问一下嘛，听一下。对，给大家看看啊，这个不是演员啊，这么漂亮的演员我也请不起啊，真是自己人啊，以后真的是自己人，所以大家放心好了啊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先去接我妈了啊，嗯，先这样，嗯，开心吗？满意吗？满意吧？你自己选的啊，自己选，你不要说太快了，对对，真的，真的啊，喜欢啊，我不满意我会。对，咱一共去转了也就二十多分钟，20分钟我估计都不到啊，真是很快啊。嗯，看准了就要下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要磨叽。对，你说的对。嗯。你不会，你算对了吗？算对了。嗯。咱一算一遍。我肯定了。叫杨飞看吧，看喜欢不。喜欢挪一翻车，嗯，看一下，我这个个大的托船的包是多大的？大单子，大单子，2米5、2米5的，就是那，嗯，你看看，不是。要不就这个吧，我觉得这个深色的好看一点，对，因为咱那一套是浅色的嘛，对吧？这一套深色的，你放一块比一下，嗯，你看一下，我感觉这俩刚好，这个深一点，这个浅一点，对，挺好。我喜欢你，对，喜欢用的，我这喜欢的用这一种，嗯，你看。就这俩，这啥？你看你选吧。嗯。
嗯。然后刚才我杨飞我妈我们正在买四件套啊，在那里面突然收到一个短信啊，我车子停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看到了这边开具了一个罚单啊，就是这样，这边开了一个罚单啊，说我这个什么停车没有停好怎么样，因为我们停的位置刚好啊，刚才在这一家买喜糖了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一家买喜糖了，然后到旁边隔壁啊去四件套去看一下，谁知道没几分钟啊扣两分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然后的话就对吧，两分估计200块钱吧，这样说属实有点倒霉啊，本来挺开心的，哎，就是这样。卖了了，卖好了，卖好了，要这样够高级的够的呀，这人这真不会卖东西，嗯，人家年轻人卖东西真是，我跟你说俺是不中啊，俺是不会买，不会高价啊，然后我妈跟着搞一下价啥的，这他要400多的，给他说最后380，嗯，380哈，我又给他一说说说哈，嗯，说到多少你知道？多少？260块钱。260啊，嗯，主要是杨飞是你杨飞挑的，你喜欢吗？那杨飞？喜欢。杨飞没有换。主要是他飞挑的这俩颜色。颜色可以哈。嗯，主要是这俩颜色他喜欢。那我给你就买吧呀。嗯。这回来又贴了我这条。这条呢，老板娘他真是哎，又贴了个条，算了，不说这了。那分就少200块钱。200，那应该是这都是我。这地方庆祝他也会贴。那不知道呀，不知道他这是啥规矩啊？你说应该是没事儿，这又没有做。上面都不贴条。对呀，啊，俺那说他那会儿都是有框的，没有解说，弄框有框，你没这算那框。回家吧，然后买好了，基本上啊，都是杨飞喜欢的，我挺开心的啊。开心就来了一张那个，不能太开心啊，所以就是这样，然后回家啊，嗯。